一步一脚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愿意努力而已，你必须要克服很多意想不到的事。像我们要看这一位，看着家里的制茶厂渐渐要停摆了，虽然他本身的条件并不好，他的左手先天萎缩，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知道制茶厂必须要转型，必须要创新，所以呢他开始学种柠檬，结果呢也渐渐做出了成绩。但他的心不止这么大，他还想要做更多的事情，他也学习训练自己的自信，用自己的例子来激励别人，成为别人的贵人。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下一步，我们明天会做什么事。那真的会做柠檬茶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还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考验，那我遇到了，我就是认真的把它做好。以前他没想过接手爸爸的老茶厂，更没想过会成为一个农人。詹祥清左手天生萎缩，种树、砍草、采收对他来说都不方便，但三年前他还是决定回家扛起家业。怎么那么紧啊？还没长大。好，放条一条生路好了。他和其他小农合作，买进五子柠檬做成茶，而茶厂外这几棵柠檬树就是教他学习农事的老师。就实验啊，我自己种我才会知道，哦，原来柠檬会怕天牛，自己做过一遍我才会知道这个的精髓在哪里。大一那年，詹祥清的爸爸癌症过世，经营60年的制茶厂被迫停摆。大学毕业后，靠着努力，他成了游泳教练，也打算参加残障奥运。想不到老天的考验不断，一次的运动意外让他腿骨断裂，轮椅一坐就是半年，也让他开始担忧未来。那时候我很清楚了解到说，以我来讲，我可能没办法以他来做事业，我还有我妈妈要照顾，妹妹要上大学。我觉得如果单单只有游泳，然后我又做于身上游泳的区块，我可能没办法去支付。你不要太过去。哎，还一颗。这个意外让他人生转了弯，他没时间怨天尤人，因为爸爸过世后，一家人的经济陷入困境，沉重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回来面对现实。而爸爸的批发茶事业之前就已经走下坡，他心想何不试着转型。那时柠檬茶在市场上正热，他决定从零开始摸索。当初用五子柠檬是刚好那时候有找一些 paper 研究，五子柠檬它的酸对于胃溃疡患者没有这么的刺激。一般胃溃疡患者你绝对不会联想到说他可以吃柠檬，所以可是那时候我要做柠檬茶，刚好妈妈胃溃疡，所以就心里在想有没有机会是做连胃溃疡都可以喝的柠檬茶。但接下来的过程并不容易，制作柠檬茶之前还有一连串的费工琐事，像是柠檬要切要晒，全都仰赖人力。最累最累是连续，我觉得最要连续切8个小时，那切上千颗，因为我做柠檬茶总共3年了嘛。对啊，那刚初期也，然后光是运刀拿刀就要3个月半年了。一般人都觉得辛苦的活，他倒是耐得住性子，有时一坐就是大半天。无法戴手套的左手不小心挂彩也是常有的。就一般的话，因为你戴手套，你可以直接拿嘛抓住啊，我抓不住它，我只能就是用它的那个平衡。最早切柠檬手流血，不是因为切到手，而是因为那个它的酸腐蚀把我手肉腐蚀掉流血。有不少人劝他，其实可以不必那么麻烦，全部交给机器，不比较省事吗？最近是那机器它切完太薄的话容易破，对，然后那个机器刀片不好转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因为它要设定。试了好几次都不满意，他还是坚持手工完成。接下来步骤更累人，切好的柠檬片都要经过阳光洗礼。最累的我觉得是在晒柠檬，因为它就是要晒4天，然后你要顾它，又要翻面，有时候常常晒到我自己就中暑了。但他相信日晒可以把柠檬汁液锁在骨肉里，再拿去烘干，风味会更不一样。
因为我们早上切好嘛，啊，早上切好的时候，我们就晒，差不多到中午那时候就会先翻了。我们也试过直接把它拿去烘，溃靠就不同了，就喝起来就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好喝。柠檬滞销时，詹祥清反而会大量买进，再找来附近的老人家一起帮忙切柠檬，理念很好。但这件事真能赚到钱吗？他们东西做出来说穿了，其实在我看来其实很难赚钱，非常难赚钱，但是他们却做得很开心，非常开心。那我就从里面，其实为什么会想要跟他合作，就是说有看到一点点那种有点像是这种农村的价值。詹祥清说自己运气特别好，创业初期就能遇到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帮着推广行销。但其实愿意赌一把一起做这非典型的生意，也是因为对方看出这年轻人有点不一样。看到他的状况是，这些柠檬茶，这些柠檬好像是他的生命，就是说他回到家，该做柠檬的时候，他可以在那边一整天，然后甚至做到半夜，然后做的腰酸背痛，就是把这些东西做到好。趁着晒柠檬的空档，詹祥清还得赶着出门。这几年除了跑业务，他也常去各地演讲，行程满档。我是我们高中班上第一个考到汽车驾照，可我后来大学我有考摩托车驾照。说起话来总带着阳光笑意，他不是天生就乐观，童年一路走来到现在25岁，嘲笑、歧视、自我否定常跟着他。我是虎克船长詹祥清。你们一定会很好奇说，为什么我的手会长得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读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做虎克船长？有。他多么不一样，他长得像什么？蒜头。啊，蒜头。他长得像什么？啊，猪的脚，那叫蹄膀。过去经历的许多磨难，让他长出一颗比别人坚强的心。他总是期许自己做什么就要像什么。我人生第一场演讲，底下坐了1500人，好，那一场就很刺激。我印象很深，彩排的时候，什么话都讲不出来，紧张。去避而不谈的话题，现在反而成了他幽默的桥段。童年害怕踏进的校园，如今他走了200-300回。就像是当年我因为有一个学妹鼓励我，让我有一次让自己勇敢一次的机会。我觉得那个 timing 点是很重要的。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是身旁很多的贵人让我努力的勇敢看看。那时妈妈也坐在台下陪伴，就像过去詹祥清遇到挫折时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。但人生漫漫长路，很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己走出来。现在他也想当别人的贵人。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，说身障者只有被身障的才能所激励。那我觉得如果不做这一件事情，下一个虎克可能很久以后才出现。但我希望因为他们因为听到我的故事跟分享，让他们愿意给自己一个勇敢的机会。但那是必须透过不断练习自我对话才能慢慢转念。这几年他去上课训练口语表达，学唱歌，当街头艺人，堆叠魅力。他要让生活过得更有滋味。当我看到底下有很多的观众给我了很多的鼓励跟鼓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。对，我会有一种不服输的一个性格。对，因为我都觉得我已经做了，我不喜欢做半吊子。那当我发现我还有机会更好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去努力看看？这个家也在等他努力撑着。演讲完回到家，还得继续和柠檬茶奋斗。但如果他还很湿的话，那我们在烤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就会拿捏一下，就烤久一点。妹妹还在念大学，爸爸过世后，詹祥清也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身负重任。你们怎么分工啊？这不好说。这不好说，就分工，我出嘴，他出手，互相照顾。然后互相打架。对，自己的妹妹只有自己可以欺负。他一定要做啊，他也是老板啊，他不做就没钱付学费啦。因为做了柠檬塔，就是在
嗯，家里部分我们感情是有变好的，因为柠檬茶让我妹妹虽然读大学了，她也我也很好的理由把她叫回来，然后一起做，因为自己都是老板，那也不会让我妈妈太闲。为了一个家要更努力一点，兄妹俩常一忙就到天黑。柠檬片经过烘烤后要打碎和茶叶搅拌，为了找到最佳风味，当初也是实验很多次，如何去在酸跟太酸不酸之间调了一个比例。那有些人说哎，那感觉感觉还少了一个味，所以我那时候有加了所谓甜味的成分，可这个甜味我们是用甜菊叶的这个部分拿去做一个调和。不像有些市售柠檬茶是撒梅子粉或加糖，这天然的甜菊叶有他想守护的信念。那会用它的原因是有爸爸他生前有糖尿病，那我希望可以做出糖尿病患者喜欢喝然后又可以喝的柠檬茶。想当个教身障游泳的教练，他没有忘了这个梦想，只是暂时藏在心里，现在做的每件事都是一种对家的在乎。这是我父母亲走过的路，那走过的路就算我在路上我觉得我跌倒了，我受挫折了，我也觉得很温暖。温暖原因是我觉得我跌倒的地方可能我父亲也跌倒过。那这个柠檬茶喝起来感觉叫做先酸后甜再回甘。人生不也如此，总有各种滋味。这一路上的学习和不放弃让他跨越许多难关，肩膀更加厚实，身边有重要的人互相扶持，也就有能量面对各种挑战。他持续做着踏实的工作，同时又保有积极的梦想，而且是不断的练习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。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您看的是一个学习踏实的经验。Espresso 是我第一次，这辈子第一个让我很震撼的一个东西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咖啡，我就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，因为我曾经小看它了，我现在很尊重它。咖啡对我而言，它就是我的血液了。